同你講咗，你唔可以再嚟呢度啊！我想幫你，拖我走啊！自己落得翻喜巴街埠度，哎呀，我唔得啦！你要睇医生，已经唔系第一次啦。你冇事啊嘛？你点入嚟噶？你漏咗部电话喺个 lab 嗰度，张工作证喺个肚入边，你拖唔到丝啊！上堂嗰阵，你刻意避开唔落刀，我入嚟嘅时候，你晕咗喺度。冇事啊，你快啲走啦！呢度唔系你可以嚟嘅地方。我帮你验咗尸啦。死者系自杀嘅，心口个刀系自己刉入去，血液入边见到有杂丸同埋一样化碳，即系煤气。黐線啊，傅劍生！你知唔知你咁樣做係犯法㗎？分分鐘連煙都冇得讀㗎！我想幫你，更何況冇人會知道。咁你係點樣處理條屍㗎？同你一樣，雙層皮內縫法。你之前示範過俾我睇，我有練。除咗你頭先講嘅死因，死者嘅皮膚或者皮下組織有冇出血？佢右手手掌有割傷。咁內臟咧？內臟有冇被外力造成嘅挫裂傷？冇。佢一早諗住開煤氣尋死，不過最後。都是用生果刀刉入自己心口嗰度。你真系一个天才，但系可惜我累咗你。你唔好谂我，谂你自己。你而家系咪见到尸体，
好似見到自己咁。你講咩？你好驚通到啲屍體嗰度，因為令你諗翻起你當時俾人解嘅感覺，係唔係？冇咁乜事啊。咁你拎起把刀，證明俾我睇啊！PTSD 是18层地狱凶杀案的创伤后遗症。